哦，你就是王府图啊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我大老远的来，在我下山。大老远来的啊、哦哦？上海来的。哦、上海来的。昨天来没找到你、啊。你大老远这么辛苦了，让你先走。先走。朱底炮。上去。那我就编码。正码。我先出去吃炮。请坐。姓苏，我勒个猪的炮！猪的炮，攻小兵，大象出局。大象，出局大呀！出，这么好的炮，挑个兵嘛，挑个兵嘛，不值！哎呀，不值！回叫吗？快快快快快出局！这来不及了。行，那就值得。请坐。出去把人猪背掉。对的，干啥呢？那出视角就是那立柱多好啊！你看，来，进去，就是的，出立柱。我先训号。哎，这外地人走不来气、啊。再进组。雷刀出柱。跟他说他不听，他下不来，我们该上去了。上市。顶着大骂，什么大骂？小骂，他顶着呢。来，先吃个兵兵。顶着那打呢，他该顶啊，不顶。吃马呢？信不信？吃马呢？想吃这个呀？来上，躲一下。哟，彩炮呢？还得放个石胶炮，不行就打。来，举炮。嘿，这会不是收的吗？吃，吃，走哪去呢？进中国河。吃什么？干的，你这是那公交跑的，公车的。进去。马上开走了。吃掉。还吃掉了。吃掉再吃。看住了。哦。行的吧。看见了吗？手都抖开了。还是想藏到这，这刚才藏着那吃死呢，这回藏到你看人家藏下来，这个追过来了。他又过来了，再又吃死了吗？你多走一步嘛。他去哪？那踩他是咋办呢？嗯，跳马。你看，你看上马又踩了。踩是哪呢？踩个什么情况？这哎。来，兵给你踩。回马卧槽。上车的也都是他。哦，你走第一步，我走第一步。哦，哦，我知道了。来，那我回马。哎，他那吃呢，跑掉了。那马上去了。哪里上的？那就是踩上就上了。再踩边。哎，那你靠住你，我操！我操！得有个钉柱啊。这笑的什么？柱头打开一下，这气就来了嘛。平坐。你们经常画周头蛇啥？就是当头嘛。夹住炮。夹住火的吗？夹住。露头一棒嘛。对嘛？刚才我想就是直接劈局啊，一个交杀。哎，你刚才其实是绕了一步呢嘛。刚才直接一劈局一个杀。打住着呢，打住着呢。我这局你咋？我提醒一下这个外地人，打住着呢。我靠！轩姐，你吃的是硬碟盒。来，大爷，搞不搞把象拆掉？象拆掉，搞不搞拆象？大脚挂死他！哎呀，我操，拱住锤子呢！嗡嗡嗡！上海人胆子小的。嗡！哎呀，象拆掉就是他，就是弄他抽死他。进去，铁木栓着呢。搞不搞拆象？哦，这可不行、啊，吃锤子呢。他只吃，他不吃，不要了，别吃脚。一下叫死啊！退去。你看，这个弄掉，这个弄掉，这个就踩死了。弄掉，放心弄。踩吃掉。哎呀，尽知道吃大的，不知道吃小的，你就吃那个马。踩了。来，一炮晃上马，高不高？高不高？你干啥呢？我讲，光光吊子的，你看就行了。哦。那菜局呢吗？菜局往左走，你不得走，知道吧？
这上海人轴得很，轴得很。那个有讲究呢，那我。几局？轴得很，主要是。那我有讲究了，知你说的是那甩不上甩我的。我四块九的吃嘛，还走上，对不对？还。泡米菜。来，加住炮行不行？又加一个。啊。我这个是加上再打嘛。又回来了嘛。就炮火闯住。你都说是往自创服最厉害的，直接踩下。我看这不也就是我枪不厉害。刚上去，你马上去给他抽掉。踩下。刚过来就踩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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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掉。这不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踩掉。出将。哎，不行啊！来，吃炮将军。吃炮呢？那鸡掉了去了。放中炮也行。将一军。放中炮不行吗？这不行。放中炮不香吗？放中炮不香吗？去吃。对掉了，吃到对掉了。不要跟人家说，这道底下我就还对焦，啥叫对焦？对焦，钱不要了，我又不烧纸。嗯，对焦不要了吗？踩了，看吧，举啥几块啊？踩响，踩响，踩响，踩响。这还对焦就还对焦吗？枪吧，不要，来把炮吃了就喝点了。嗨，要赢哪喝就能行啊？嗯。进出过河。啥呀？没破的，踩住炮。人家不要中炮了，人家过来把那兵拱死，两个足过去赢人呢。嗯，吃人呢。金炮能踩上吗？他知道他是啥。小猪哥和顶大军呢？出将，你出将了，拼炮了，打响了，打鼻。关哥吃中炮着呢。出将。出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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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他扫鼻啊！也算是吧，他傻子，也不走寻常路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你这皮炮也大，你看。你别动人家的字，还兵不丢掉了吗？还行吗？动了外地人的字还打呢？就打打。踩掉，踩掉，踩掉，快！我就换人，换人。回马。搞不搞好嘞？搞换啊！对着马后马后跑了。咱把马子憋住，进去把马子憋，有啥吃呢？溜吧。退炮。哎，我操！将军，将军，哦，那要先把马顶住下，要不然的话，这麻烦了。那不行，就将吧。我进了。大爷，听我讲。哎，来平坐。大妈。哎，那个弄那。把酒掉了。滚了。不要酒掉了。将军，完了，完了，进下，上个四吧，上个四楼叫城那边跑。那卧槽嘞，那还想打？是。跳吗？这一步地较少。我搁这底下行不行？我搁这底下，我也开始底下刮哥，知道吧？嗯，刮哥。啊，也开始底下，卧槽，对吧？哦，漂亮。哎。还可以踩这个竹，你看。哦，对，多快吗？聊聊哪个都没了，一个都干不上了。不是的，我就没干的，是吧？告，人家出来了吗？他顶出来，能，人家不会出将。哎呀，我出将，人家出将你走啥呢？将军，信吧？那这又进将了吗？咋了？咋了？你就再放中炮，炮放不变做河嘛？这是啊，我也会他顶住，就不变，我就不变。出来，抢救！嗯，再救不了。再，你这是叫啥人呢？人家进教室进教着呢，你这犯规呢。我那叫啥呢？我问伤害上次就没有。他开进炮，进炮顶啥人呢？你挂个一个这个人家吃掉了，这还做啥呢？不管，问那都叫去。叫的很，不能跟外地人下棋啊！那这都不好讲。来，出来，就这样，就不变。对。我再上市。就那杠上，杠上。哎呀，你就别上市嘛，你就跟他那嘛。踩掉，我就后边嘛。我要踩掉。踩回来，他都是你两个卒呢嘛，他还照样行的嘛。马给你踩了，打不打？打就打就打。过卒就行了，走吧，回上海走吧，不吃了，回上海走吧，大爷。皮卒，没下了，走吧，回上海，没下了。咋不上了？你这个啥啥了呢？现在。喝就喝他。过去两个就行了。走吧，回上海吧，没吃了，真。进卒。北北入上道，你看，吃。再过。就来了，哎。人家来跑到这儿来，那个干啥来了？中炮。能打上吗？来。那回来能赢吗？别动我的旗。不对啊。对，进攻。人家笑你呢，那样不好。笑你个啥？咱一将就破酒了，就喝到哪里？出去了啊。
上下。伤不到，这不喝掉了吗？禁足急了，禁足不打掉一个。退吧。我进吧。这就说这不好足啊的。上上。喝掉了。这两个兵走不开吗？劈头一脚。移动。飞向。飞向自杀的，我不走，喝点钱，我喝点从来不。不喝。倒过去。你母亲她，七个姑娘都是个讲究，哎呀，不说男人。来，城市。城那边，然后泡一个，然后就下足了嘛，哎呀。进足。哟，看，放下去了，放火了。老虎放到山里边了，这哈哈哈哈！进足！哎，完了完了！我走，你刚才别动他，不敢下了，不跟他们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进不下了已经。有的下了，谁说没下了？有是骗人下的，人家。不是，打将，打给将让进来了，下兵。将军，你看做啥呢？喊啊！先不喊，先把这个团到这儿了，再下那个。拿哦。嗯。进炮。那个不，我休息还要干啥？两个都战斗累累的了，再下。平足。为这不是战斗。打。再扣，直接往上抽就行了，扣一个三。平足。扣。你师傅，你说冲王哥直接摊桌，你冲。中炮。山椒呢？山椒也没用，主要是下不去嘛，兵。平炮。下了，这就下去了。下，这回立刻下，这回哎，进兵死的陈大哥。进左，死就死吧，就攻一个士就赢了。我去打我，就攻一个士就赢了。攻一个死掉，攻一个士打赢了。嗯，赢了。将军，走，能进来吗？你啥武器呀？走，啥武器？打赢了。哎。